吃饭 ，TF 家族新闻发布会，八。大家好，我是 TF 家族新闻发言人王大元，下面请记者朋友提问。番茄台。请问 TF 家族在春节期间有什么安排活动呢？首先感谢这位记者朋友对我们的关心，在这里我请代表 TF 家族向各位媒体朋友表示节日的祝贺，祝大家新春佳节愉快啊！众所周知，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 ，TF 家族在大家的支持和关怀下，依然慢慢的成长。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后浪是永远追不上前浪。2013年是重要的一年，是有突破的一年。要像刚刚那位记者朋友，你不应该把眼光只放在春节期间，是吧？所谓不要只见树木，要见整片森林呐、啊！你为什么不问 TF 家族2013年会有怎样的安排呢？具有这种意义的记者才是真正有前瞻和预见性的。你是番茄台是吧？我建议啊，当然只是建议，番茄台的领导将你换掉，谢谢。下一位，搜狐娱乐，对于这次寒假旅行，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可以透露的？这次的活动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圆满的，感谢记者朋友的关心。特别在这里，我要表扬一下王源同学，团结有爱，是不是？有吗？有，真的有。不过据说这次活动中，王源把语文弄哭了，有这件事吗？啊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听不见啊，就再声音大一点。不过据说这次活动中王源把语文弄哭了，有这件事吗？哎，这是什么造谣，绝对的造谣啊，是不是？当然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 TF 家族新闻发布会的消息，这种肆意揣测的恶毒攻击是不得人心的。我了解到的情况啊，下一个。请 TF 家族新闻发言人回答下什么时候换新闻发言人？他是第四个了吧？是的。不好意思，每轮到你就是第四个。这次的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，谢谢。